各国女人催男人回家，韩国。怎么说？呀，你在干什么？还不回家吗？呀，你要上天了吗？还干什么干什么？连是你们妇女干不的吗？哎西吧，我上班本来就够累了，我看看你，哎西，你吹什么？我擦死你！你不要说了，你去反省吧。日本，莫西莫西，老公怎么没干你？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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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